余德成日前自爆已经离巢，结束和无线八年的宾主关系。无线高层骆月玲在社交平台表示，对于对方的离开对公司来讲是非常可惜。他说32岁是男人的黄金岁月，他作为对方的长辈是很理解，而他就未有回应当年对方踢足球期间突然心脏有事昏迷入院，事后希望澄清点灯重命的传闻一次。迪神回复我们那阵时未有表明当年是哪一个，不希望他对外界澄清传闻，他只是说特别感谢罗小姐的祝福。